好，介绍一下，难得五个人都在台上，我没有在乎。那爸爸妈妈要录对吗？有在录，在录就要介绍，就是最右边那个鼓手是风香韵，然后中间就是口风琴是廖伟博，然后完美钢琴手，然后这个吉他是吴明杰，对，然后等一下一定不要走，等一下有还有他唱歌，很好听，真的很好听，真的。一定比刚才那个暖场的更好听，真的。然后左边是大字，对。你知道你吗？对，镜头挥手。对。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是